短跑对我来说应该就算是自我的挑战，然后超越自己，追求速度的。我会觉得说，就是手机报税是非常便利、非常快速的事情，跟在跑步一样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用手机来去完成报税的动作。报税完成啦、啊！不要以为我都只会运动，而且说真的，手机报税真的太方便了，可以跟我一样快。五月一起用手机报税吧！你觉得要多久呢？开启报税网页登录，验证方式三选一，可以编修配偶受抚养亲属资料，编修所得及扣除额资料，行动缴税最便捷，现金缴税也可以。申报完成，手机报税就是快，免 APP， 免插卡，可编修。我是台湾最速男杨俊翰，使用手机报税操作就是快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这样 OK 吗？好吧，我们再一次。您跑得帅一点，没有问题。我觉得现在的政策越来越普及化，然后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些长辈可以了解说，这样便利的过程是可以用透过手机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去完成。好了，谢谢。记得手机报税哦。